眼方丈，欢迎大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上一节课哈，跟各位介绍这个，开始介绍这个禅宗三义的思想。刚刚讲到这个一心立宗啊，就是讲的所有修道，它的一个根本的基础。我们用了飞机、轮转。跟火车呢来做比喻，说明到所有事情的运转呢，它的一个基础就是这个宗的概念啊。那么我们修道的基础、修道的基石，就是立于此心，就一心。那么来讲这个一心，先讲第一个，就是什么叫一心。这个宗的意思我们大概清楚了，我们这什么叫一心呢？这个心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涵就是觉知、觉了意。心是什么东西呢？有三种心，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意识，第二个是我们的赖耶，第三个就是如来藏。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三种心哈。这个意识呢，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这个能听话的、能思维的、能写字的，这一个就是意识心。那你说我看的、听的呢？这个听的、看的、走的、吃饭的，这个呢是叫做五识。可是呢，所有的五识都归意识统管，都归意识统管了。怎么讲都归意识统管？为什么我眼睛要被你意识统管呢？因为有一个叫五俱意识，意识分成两种，一种叫五俱意识，一种叫做独头意识。五俱意识啊，就是说它是这个意识，它是第六意识，它是第六，可它会跟前面的五识一起共同的作用，共同的去分别了知境界，就叫做五俱意识。也就是说你眼睛看的时候，眼睛有眼识，可是同时眼睛的眼识上面也有个意识，这个意识叫五俱意识，跟眼识一起作用。耳朵听的时候你叫耳识，可是同时也有一个意识跟耳朵一起作用。舌头尝味的时候是舌识，你有没有听过用大拇指去尝味道的？有没有听过啊？听过没有？没有吧？有没有用说用手掌去看看东西？有没有看过？没有，因为它不是眼根，它不是舌根，对不对？它就不能够看，不能够尝。所以我们的五根产生五识的时候，就一定有同时有五俱意识，这个是第六意识哦，它的名称叫做五俱意识。有这个意识呢，它就跟五识共同的作用。那你说我五识说，我眼识说，我不要你跟我一起好，我自己干活好吧。现在人都喜欢自己干，不喜欢听人家打工，对不对？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行，你哪脱离了我以后，你就变成呆瓜。哎，这什么意思？变成呆瓜呢？这有一句有个道理说呢，如果五识没有五俱意识共同作用的话，五识没有办法分别哦，那你跑不掉了。所以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视而不见，张眼睛看不知道在看什么，听而不闻，外面很吵，人家在讲话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你心不在嘛。你心不在焉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就听也听不知道在讲什么，
看也不让看什么，为什么？五俊是没产生作用吗？因为你的心分到别的地方去了，你懂我意思吗？这个时候呢，你的心里的意识全部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很专注在其他地方的时候，你的意识已经，你的独头意识把五俱意识的力量全部拉了。所以这个时候五俱意识它非常的薄弱，不是说没有，非常的薄弱呢，所以呢它就没办法帮你眼睛分清楚你到底你看到什么东西，没办法帮你的耳朵辨明清楚你到底听的是什么意思，它没办法，它没办法分别。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其实有前无事，可是呢可以略而不提，只讲意识。为什么？就是因为刚刚这个没有了五俱意识，你前无事就没老用了啊。所以呢就是呢我们可以说五俱意识五事被意识所统管，所以你掌握了修行，你掌握了意识，就掌握了前五事，可以简单这么做。所以你只要掌握意识就好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们修行啊要入定，对不对啊？要入定了，修行打坐入定了。有一句禅定的一句术语叫做定中无五事，就你入定以后的话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常常打坐，打坐人就知道，你功夫好一点之后呢，你就会有一种身心明然的感觉。干什么呢？你坐在那，你感觉到你这个身体手脚头身体都没有了，上下大地都没有了，就身心都没有了，就一颗心在那个地方。嗯，一颗心，每个人的那感觉不太一样，可是呢身体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就是一种明然入定的感觉。这个时候就没有五事了，这就没有五事，听听不到，看看不到，身体没有感觉，就没有五事了，这叫做定中无五事啊。所以呢你小小的禅定呢你就没有五事的感觉。所以五事的话呢其实它是它很乱心，可是呢其实它是磨劳用的，它在修行中间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了，所以我们就不提它了，就讲意识啊。这是我先讲意识。那么意识呢就分了两种，一种叫独头意识，一种叫五俱意识。所以呢我们要掌握的修行，我们要去掌握的呢是要去掌握这个独头意识。因为五俱意识跟独头意识呢他们是一个东西，你知道吗？我打一个比方，打一个不文雅的比方给各位听哈，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比方了。两个双胞胎兄弟只有一条裤子可以穿，哥哥穿裤子出去以后呢弟弟就光屁股待在家里面，不能出去啊，光屁股怎么出去呢？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只能在门口眼睛看着逛，懂吧？所以呢你的五俱是很强烈的时候，你眼睛看啊，耳朵听啊，干什么，你的独头意识就会弱，你的思辨能力就会弱。那思辨能力很强的时候，你对于眼睛看耳朵听呢你就会弱，你就会弱。这个是用什么，用佛法的心识的理论来解析这个问题啊。我告诉各位绝对没问题，你如果不服从这个原则的话，那你就会在你在修行路上面就会乱成一团糟。你就记住我这个原则，那个做弟弟的那个独头意识的话，你就穿着裤子你就不要回家，让这个独五俱意识他就永远出不来，懂我的意思吧？你就外面就好好的干你的活，你就把他忘了，他就在关在家里面就不出来了，你修行你就有力量了，你懂吗？你记住这个原则。所以呢五俱意识越不作用，你的独头意识就跑得越远，就越有力量啊。所以我们一般人哈，就是这个老子有讲句话叫五色令人
耳聋啊，眼盲啊，五音令人耳聋啊，对不对？五味令人口爽，吃遍天令心发狂啊。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古代的哲人不是佛教，他都知道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意识掌握住以后，心掌握住以后，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嗜好，我们的五官的嗜好就会淡薄。那么所以这个意识的话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是要去什么，去调练这个意识。好，这五四个意识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边。好，那接下来讲这个意识的话呢，这个意识啊，它是神通广大的，它可以分别法执，法执在这个意识里面，法执啊，它可以执着我执，执着有个我，我执也在它里面。它可以什么呢？其喜怒哀乐、贪嗔痴慢疑也在它里面。那么，我举这三个啊，是干什么？就是三道关口啊。还有再往下讲呢，它可以干好事干坏事也是它。这就第四道关口啊。那么干好事是他，那就升天做人享福报；干坏事也是他，那干坏事呢就是什么，就下三途六道。好，这是业报业果报。那么如果贪嗔痴这个烦恼心是他呢，如果你净化了意识里面的烦恼的话，你就怎么入禅定，就得到禅定。那么如果说你把这个意识中间的我字破掉了，你就证了阿罗汉。我刚刚说还有一个法字，你把意识法字破掉了，好了，你就彻底的脱离了意识的范围，进入到阿赖耶识，你就证得空性，你就可以登出地，就是在这个意识的范围，就彻底的把意识的这个作用把它破除了。这什么啊？这什么什么？大声点。毛巾？谁说它是毛巾的？谁说的？嘴巴？嘴巴不是发号施令的人。谁呀？谁？大声一点。意识。对，是什么东西啊？啊，大声啊，什么东啊？拍掌声。谁说他是拍掌声呢？意识。那说他不是拍掌声可不可以啊？谁说他可以？意识就说他是拍掌声嘛，除非你把意识干掉，懂不懂啊？如果意识在说我说是拍掌声，没人敢反对，对吧？对不对？我们现在被意识控制住啊，他老大啊，对不对？我问你啊，你现在谁有比他大的？你说，你告诉我，谁比他大？他说这是拍掌声，谁敢反对？你敢反对吗？你说这不是拍掌声吗？你有什么本事你说这不是拍掌声？你们刚才说可以不说拍掌声，你说你有什么本事可以啊？我都不敢讲，因为我的老大说我做意识拍掌声，我说是拍掌声，因为我还有意识嘛，我被他管住了，你知道吗？他说是拍掌就得拍掌。可是呢，观音菩萨可以说不是拍掌声，懂吗？因为观音菩萨没有了意识。心经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嘛，对不对？等一下啊，你们谁不乖啊？我们方丈不给你吃午饭，叫你饿肚子，肚子还要不舒服，没东西吃，饿了，谁说饿的？意识。所以呢，所有的分别都是意识分别出来的。你有本事，你就可以不吃饭；
你没有感觉意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意识啊，在经典里面讲到说，他呢，是我刚刚讲的，造善造恶是他，喜怒哀乐贪嗔痴烦恼是他，我执是他，执着法执也是他，他就分成四个层次，分四个层次。所以呢，我们在用功的所有地方，就是抓住他。就要抓住他，所以他是功德圆熏呢，也是罪魁祸首啊，有没有？经典里面讲的有没有讲这句话？是修行成功是他，让我们轮回生死啊，造众也是他，就是他在干这个坏事儿，你知道吧？所以大家要知道什么东西啊，就是他。那么意识的后面还有一个老大哥。他还是老大，后面还有个老大哥，什么就是阿赖耶识，就是阿赖耶识。那么这个三河大地啊，这个三河大地啊，就是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是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经典上说，经典上说，就是一般的这个经典就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人临命终时，业，我们的业力，大家都知道这个业力啊，业呢将是，将就是大将的将啊，将来的将啊，用这个将字啊，我们的业将是什么？去轮回投胎，去投胎。也就是说，我们在命中的时候呢。”我们的业力它会有很大的力量呢，去加持着，我用加持这个字就是将的意思，加持着驱迫着我们的阿赖耶识呢干什么，它就什么呢，现出了嘛，就是你在命中的时候，这个业力呢就会驱动着我们的阿赖耶识呢现出了种种的境界，你要投胎做人了，然后你就看到你父母亲，然后你就入胎入母胎了，你就看到如果你是升天以后，你就前面的天空就慢慢的开朗，本来是平的哦，你就发觉到那个前面的平的天空整个就变成天的境界，就慢慢的就它就转变了，就开始变，你知道吗？这叫识的转变呢。我们的赖耶这个识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哎，本来怎么讨厌莲色，怎么变成天了？哦，讨厌莲色就变成天了，天的境界。然后讨厌莲色就不在了，就整个是天的境界。你就看到你投胎的天体，天的天母在那个地方，你就入，他就出生了。那么如果你要投胎做驴胎马夫的时候呢，哎，你就发现怎么桃园是怎么变呢，怎么变成马厩了，哎，怎么这刚刚不是讲堂吗，怎么变成一堆马在那个地方呢，好了，你就入母胎了，你就变成小马了，小猪了。那变成鬼的话，哎，你到冥中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怎么桃园是，我刚刚在桃园是在躺在那儿，哎，怎么，哎，就变成那个很多那个鬼的境界出来了，就是那个尸体啊就开始慢慢转变，这个尸是谁啊，阿赖耶识，这不是意识了，就是阿赖耶识在变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间的话呢，你意识突破以后，它背后还有一个老大哥，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老板，他在掌控着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个阿赖耶识。我刚刚讲过，三个大地就是它的作用，包括我们的色身，我们这个色身，我们的六根、啊、都是阿赖耶识在掌控的。你要去哪里？所以它叫去来先后为主翁嘛，就是这个阿赖耶识。我们在维识里面去的先后，讲那个讲的阿赖耶识。那么所以呢，我们如果
我们不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永远的永远的呢在这个被这个业力所驱遣呢，业力驱遣这个阿赖耶识转变成六道轮回，我们就永远的你掉在意识的分别里面，随着你的我执喜怒哀乐造业造善，就造的就是你自己，阿赖耶识自己造业，阿赖耶识出六世，六世自己造业呢，再造了业，再驱使阿赖耶识变现出三河大地，再来让你自己受，自作自受。所以呢，我以前喜欢跟人家抬杠，有一次碰到基督教的时候，他说上帝造万物，我说我就上帝，因为我的阿赖耶识造一切万物，难道我不是上帝吗？对不对？就很简单嘛，所有万物都是阿赖耶识造的，每个人都是上帝。所以呢，我们可是这个阿赖耶识我们碰不到，我们只能看到，因为这个老大哥都藏在这个豪宅里面的，你看不到，你知道吗？你豪宅里面有警卫呀，你只能看到警卫啊，这个警卫就是意识，你知道吗？我们看不到老大哥，我们就看到警卫啊，先把警卫干掉以后，我们闯进豪宅里面就把老大哥抓出来。那么这个意识的话呢，我们平常人我们可以接触到意识，这个我们天天都在用这个意识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叫意识下面下功夫。那么等到意识，我刚刚讲的，先把意识，我们先知道因果，我们不造恶，我们造善业，那我们就累积了人天的福报，作为修道的本钱资粮，福报叫资粮，世间叫本钱了啊。我们有了这个资粮以后，我们就可以安心修道。然后呢，听闻善法，闻熏善知识，像我们大家来亲近我们云海大法师一样的，好，他是我们圆光研究所的高材生。那么大家来听闻正法，啊，他的眼光很高的，你知道吗？哎，请的大安法师，反正是台湾第一流名嘴，你知道，我是第三流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说呢，我们亲近善知识以后，听闻正法以后，一直是熏习，然后我们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正知见，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学习怎么样掌握我们的意识，然后开始慢慢的修行，从意识，那么意识慢慢我刚刚讲就是说一步一步的，然后进入禅定，然后破我执破法执，然后把意识斩破以后，我们就见到了阿赖耶识，就能所双亡，就证得了空性。可是证得空性以后呢，只是登初地，后面还有实地的功德，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方便道跟净佛国土道。初地以后的叫做方便道净佛国土道，初地以前的叫波罗蜜道，以般若波罗蜜为核心的就是波罗蜜道。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把意识阿赖耶识给破掉，破除掉，把它消融掉。所以在禅宗里面就是把它无掉，无就是当成一个动词，把它消融掉，把它无掉，把它破掉，把它消灭掉，那禅宗就叫无。那么他就用心这一个字代表了我们的意识跟阿赖耶，所以叫做无心是道。当我们能够把这颗心无到究竟之处，就是我们见性明心见性成佛的时候。所以就无心是道指的所无的心，就是指这个意识跟阿赖耶识。那么第二个呢，第二组，我刚才讲两组，第二组是什么？就是如来藏，就是佛性，也就是什么呢，我们的法界，或叫做法性，或叫真如都可以，或叫真心。那么这个呢，就是指的下面那个，就是即心是佛。因为如来藏就是佛，
佛性就是佛，所以指的就是人人都有这个如来藏，所以就是即心是佛。所以呢，也就是当我们在讲到一心立宗的时候，就已经把无心是道跟即心是佛含摄进去了。好，这讲到从一心立宗这个新的立场呢来讲到这个一心立宗哈。那么所以呢，刚刚讲到就是说呢，所以我们讲一心立宗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刚刚已经谈过，就已经把即心是佛跟无心是道已经定位好了，从心的三个种类把它定位好了，他们的即心是佛、无心是道的关系。那么所以呢，也就是整个无心是道跟即心是佛，就是我们修行的整个的表现内容。那么这个一心是佛啊，不，一心立宗呢，就是作为我们修道即心是佛的一个什么平台，它的一个本质、一个基础。好，这就我们这是讲的一心立宗。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的无心即心是佛跟无心是道是两个。好，我们看到乙跟丙，乙跟丙我们一起讲啊。我们先看乙跟丙中间各有一个箭头，这两个我们先讲两个的关系啊，因为他们这个心呢、啊，这个心呢，指的无心是道，指的什么？就是赖耶跟意识。这个即心是佛指的什么呢？在赖耶跟意识中间呢，就有如来藏。所以呢，即心是佛是整个修道的终结果，是成就，是终点。无心是道呢，是整个修道的起点，是因，是工具，是过程。这两个刚好呢，两者合起来就是整个修道的全部。所以呢，我们这个标题就是呢，以修道的道的思想呢来看这个禅宗三义呢，它结构构成了整个禅宗对于修行的理论体系。什么是即心是佛？即心呢、啊，就是指我们现前这颗心，它就是佛。有人会说，跟法师啊，我一下糊涂了，你刚不是讲这个心不是意识吗？不是赖耶吗？怎么就是佛了呢？对对对，这一点啊要再说补充说明一下。这颗心呢、啊、刚刚我们讲的说就是意识，对不对？对，就是阿赖耶是对。可是呢，这个如来藏的这个佛性呢，就在这个里面。他们是，你看啊，各位看到、哦、你们看到我什么东西啊？看到我的吗？手？不对，看到我的手背。那你说慧法师，你这个玩弄我们，你手背不就手吗？对对对对，你看看，你看到我的什么？手心？那也是看到手嘛，对不对啊？是啊。所以就是你，人家说啊，你看到手背了、我看到手背不是也看到手就是手心嘛，对不对？对啊。所以说我说我看到手也可以，我看到说手背也可以，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不要咬文嚼字嘛，对不对？我跟你们玩咬文嚼字，你们不是觉得很冤枉，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就说呢，没有错。祖师也讲得很清楚，这个叫翻掌覆掌之间，懂不懂啊？好，所以即心是佛跟无心是道这两个呢，是翻掌跟覆掌之间是一个东西，懂不懂？你说是两个，它是两个。一个是手心，一个手背，你说是一个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手嘛。离开了手背，我把手背割掉，有没有手心呢、啊？没有手心。我把手心割掉，有没有手背啊？它不成为手了吗？就没有手背了嘛。你割掉手背还有手吗？那个手也要去掉嘛，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呢，你不可能拆开来讲嘛，是不是？它是一个东西嘛。所以祖师也讲的就是翻掌覆掌之间而已。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呢，在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华严经》可能大家听过，这个都听过。之后，这佛在初成道的时候呢，他讲一句话说：“其哉其哉，大地众生呢、啊，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听过没有啊？
大家都听过嘛。所以呢，这句话是很平常的话，说所有的众生，大家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都有如来的功德法相啊，只是被妄想执着遮蔽而不能证的，就像我们讲的，就十五的月亮一样嘛。月亮被乌云遮住，你看不到，也不是没有月亮嘛。风一吹来，月亮就现出来了嘛。那个乌云就是妄想执着，就是我们的无明嘛。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如来藏的佛性的无量无边的法身功德啊，每一个人都具备，每一个人都具备，一点都不少。所以呢，在什么呢？在另外在一本经典叫《如来藏经》里面，这是很有名经典，我常常用这一段话。他说，一切啊烦恼，一切众生五蕴，一切众生五蕴烦恼身心中，哎，告诉你五蕴身心，还告诉你是烦恼的五蕴身心中呢，皆有什么如来眼，如来的眼睛什么五眼，如来智。四智，大圆镜的平等心的妙观的成就坐智，如来身，如来的三身，法身、化身、报身，结跏趺坐，如我无异。每一个众生呢，他在起烦恼的时候，在造恶业的时候，可是佛的身、眼、智、五眼、四智、三身，在他的身心里面端坐，跟佛一样，没有丝毫的减少。这如来藏经讲的。这是非常有名的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所讲的这段话，我常常引用这一句话，就告诉了我们、啊、我们当下这个烦恼心里面就是佛，即心是佛，这个就是什么佛法最根本最个核心的思想，这就是禅宗的宗旨。我们修行呢，就是从这个即心是佛这边开始修行，你哪不是佛的话，你怎么修都不是佛，就是因为你是佛，你才修成佛，很简单，就这个道理。大家对于如来藏经这段话可能不熟，在佛法里面呢，法华经大家会比较熟，平止欲嘛，还有什么怀珠玉吗？说那个人啊，他妈给他一个遗产，就是什么一颗摩尼宝珠，可是呢他妈妈怕他别人去抢，就把他什么这摩尼宝珠缝在他的衣服里面，他不知道，天天出去乞的来，那摩尼宝珠出来以后的话呢，巴菲特也比不上他，因为那个摩尼宝珠它可以什么，要它出黄金就出黄金，要它出珍珠就珍珠，要它出钻石就出钻石，那谁比得过他，对不对？他不知道，他就去当乞丐，你怎么办？所以呢就什么，就跟他讲，你不要去当乞丐，你大富翁你当什么乞丐嘛，他说我什么大富翁啊，你把衣服打开看看嘛，一看，哦呦，无价珍宝！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乞丐啊，每个人都是乞丐啊。我们怎么样的把我们自己的摩尼宝珠打开来？我们都是佛。这个在《法华经》里面呢，讲了很多很多的，比平子玉、怀珠玉、三车玉等等的。《法华经》呢，我们。方丈明矮华他刚刚才在讲法华经，你知道吗，我读法华经是挺辛苦的，我读法华经你知道吗，因为我是读论点的，论点哗哗哗哗哗一路辩论到下面，我读法华经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读读读读，我说怎么老师好像在导言呢，好像还是在开导式嘛，没有进入正题嘛，都讲一些小故事，讲到最后，哎，还是讲故事。我说是不是我有看漏啊？我再翻，再重看一遍，
还是个，我说大哥，今天头脑不行的，头脑不够用，我就割下来。过一天我说，我再看一看，可能我这个头脑不清楚，我不知道，看他哪里有奥妙，有诀窍，你知道吗？我再看，哎，好像最近脑袋不行呢，你知道吗？我又割下来。我看了很多年，我怎么说，我老看不懂他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老是讲一些小故事，我就不信邪。我说是，因为我看论点看习惯了，就是一层一层的理论剖析，理论剖析，你知道吗？法华经没有理论剖析，就是一些小故事，对不对啊？哎呀，好多年以后我才看懂了，他就是用小故事来做比喻嘛，他没有什么理论呐，就是讲这个小比喻嘛，就把这个 大道理讲出来，就是我们说小故事大道理。你们记住啊，读法华经不要像我一样啊，被困在里面，你知道吗？它就是小比喻、小故事、大道理，你知道吗？这是佛陀这个比那个慧律法师、比那个海涛法师强太多。我跟你讲，那他们还是祖师爷，他们学佛陀法华经的。我告诉你，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好，这个即心是佛的话呢？它是我们修道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如果你没有认定你是佛的话，你老认定你是凡夫的话，你修行就会有障碍。你必须要认识到，我本具佛性，我现在就是把这个遮蔽东西除掉而已，我的佛性就会彰显。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知见的问题，这是一个知见的问题啊。那么所以呢，即心就我们现在这个心开始用功，这是修道的起点，这是修道的处所。我们刚刚讲，这是意识，是佛，是我们的规矩，是我们的目标。那么，所以由这个即心，就是佛这一个知见，就开展了佛法的修行的这个道的这一个系统就开展了。好。那我们来看无心是道呢？抱歉。我们看无心是道哈，那么我们前面已经稍微的把这个无心道已经稍微的提示一下哈，所以这个无心的话呢，就是指无什么心呢？无何心呢？无意识心跟这个什么无阿赖？为什么要无掉他们？因为他们是染污的，所以把它无掉。可是无掉了这个心以后呢？就像这个乌云把它吹散以后呢，它这个哈，这个比喻我跟各位讲，各位的比喻你不要死在比喻里面哈。乌云不是月亮，月亮也不是乌云，对不对？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对不对？乌云遮蔽了月亮，可是我跟各位说哈，我们在讲这个无意识无阿赖耶的时候，各位要注意一下，意识阿赖耶就是如来藏，你要有这个概念。听懂吗？意识跟阿赖耶他不是如来藏，他可是他也是如来藏。无意识阿赖耶他不是如来藏，可是如来藏也不离开意识阿赖耶。你要离开意识阿赖耶，你找如来藏魔找不到。这是佛法这个比喻，这个云开月现这个比喻跟这个实际上有一点点非常细微的差别点，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好，无心，这是无什么心呢？那么是道，就是说这个无心这个思想，无心呢，是道，这个很重要了。因为我们前面讲的都是什么？都是理论的架构。即心是佛，你现在还没证得即心是佛，对不对？你是佛没错，可是你还没有证得即心是佛。一心立中的话呢，你现在还有三种心，你现在三种心你也都奈何不了它，对不对？你也都奈何不了它，你只知道有这三个东西而已啊，你跟它毫没有关系啊，对不对？
所以呢，一心立中即心是佛，它是一个思想的结构，它只是告诉了你，无心是道，是如何的在这个一心立中跟即心是佛之中的一个架构。就像我说，我们要需要有大地，我们需要有铁轨，于是这个高铁就开始，这个火车开始奔驰，我们搭上了火车，我们就可以前进到达目的，对不对？就是他把这个土地，他把这个铁轨，把这个火车站都把你架设好了，你火车往前开就好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开，现在我们已经刚刚已经把这个土地平好了，找好地了，把土地都征收了，然后呢，铁轨架设好了，火车站也盖好了，现在开始进站，知道吧？现在开始进站了，是不是啊？火车进站，旅客进站，要开始旅程了，就是这个是道，开始要前进了。所以呢，这个无心呢，就是这个进站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启动修行了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个无心这个思想呢，那么。无心到底怎么无？什么叫真的无心？我们知道是无阿赖耶识、无意识，怎么无阿赖耶识、怎么无意识呢？那个我们就是要有下面要谈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只是跟各位把这个宗旨、把这个大的框架拉出来。具体的无心，我们等一下再看书本里面讲，看祖师一段一段看他怎么无心的啊。所以这个无心是道呢，就是说明这个无心这个概念的嘛，它什么？第一个，它是道体。它是修行的主体，这个无心的思想，它是修行的主体啊。离开了无心，你就没办法修行。那什么叫无心呢？我们现在不谈，我们等一下再谈。什么叫无心？大家会一层一层的分析给我听。怎么叫这无心的思想？告诉你，它是修道的主体。第二个，它是法门，所有的法门都含摄在无心的这概念之下，也就是说。所有的法门，你的本质，你的特质，如果离开了无心的话，你就不是佛法。比如说，我们说，像我们说参话头，它是无心；莫照禅，它是无心；石牛土众，它是无心。甚至你说你要内观，他也是无心；你念佛念到最后，他也是无心。没有一个方法他离开这个无心的概念。那这无心到底什么东西啊？我不是跟各位卖关子，因为后面一整本书都在讲这个东西，现在不用讲，等到后面大家看就知道。无心一层一层的分析啊，所以所有的法门都归设在这个无心的思想里面。第三个，它是起点。你无心开始是要无心，过来是过程，你整个过程都是不断的无无无无无，把你的意识阿赖耶彻底的无掉，整个就是在无这个意识阿赖耶识的过程，最后终点无心了，无到尽头的时候，你就是无心是佛，你就知道。所以有一首偈子哈，祖师有一首偈子，就讲这个无心是佛的这个思想。他说这个我们书上也有，我今天现在先念一下这首句子，我非常喜欢，我写得非常好。他说学道先须系事心呢，我一句句解释啊，学道就是修道，你先必须要什么，要学习什么呀，去仔细的干什么，事心，去看你的心，去认识你的心。学道先须细事心，细中之细，细难寻啊。我们的心呢，是一直的细，一直的细，细中之细，细里面还有细，细里面还有细，细里面还有细，细中之细，细难寻啊，非常非常的细，可终寻到无寻处。你一直找这个细细细细，非常非常细的，找到最后无寻处，找不到心了，方知凡心是佛心，你就知道
你当下就是佛了，你就知道你本来这个凡心呢，它就是佛心，就是无心是佛。这种记得写得非常好，我找一下好了啊。155页，它有12345，第六条中进路这边，看到了没有？155页，有没有看到？中间这边有个第六条，有没有啊？有没有看到？有啊，我再念一遍哈。中进路，学道先须细事心，细中之细，细难寻，可中寻道无寻处，方信凡心是佛心。哎呀，讲得太精彩了，太好了，把问题讲得清清楚楚啊。好，所以呢，这一段话就讲到说，方知凡心是佛心呢，就是说明了无心到最后就是即心是佛，就是终点。所以无心是佛，就把无心是道跟即心是佛做了一个汇通。所以呢，请各位看到丁，就是无心是佛，也就是把无心是道跟即心是佛做了一个结束。所以呢，各位看到这个，再回过来看无心是道这边，好，是道是五个道体法门起点过程终点，所以全部就是道的圆满，就是即佛，就是无心是佛。所以呢，即心是佛与无心是道结合以来，就是呢，无心到了究竟处，方信凡心是佛心。无心是佛把即心是佛跟无心是道做了一个结合，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三个话，这三段的思想提出来，就是作为整个禅宗的整个思想的框架架构，就是像这个鼎一样的啊，三个角撑起这个鼎，这个大肚子就是禅宗，这三个角就是三个思想。那么我已经讲得很好了，可是你知道吗，这天底下就有人不信邪，他说慧空法师啊，好像 你口才不错，可是呢我不信。这种人可多了，我跟你说，好，你不信我，我就得要你信。那么，于是呢，面对这种人哈，我还得想出招数治他。所以呢，我就得花点心血找找资料，找找资料呢，把这个资料、把这个证据摆出来以后哈。让他好，你不信也得信，你知道吗？哎，各位知道吧？让你不信你也得相信，不想接受你也得接受。好，我们来看这本禅宗心要啊。我这禅宗心要哈，先看纲目啊。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序啊，我写的一个序，大家有空再看序好了，我们不讲啊。这先看这个目录哈，目录我先简单讲目录哈，目录总共有七章，第一章导言，导言我们就不讲了啊。第二讲的校正，我等一下回来再讲校正。看到目录没有啊？第二章是校正，第三章就讲这个校正的话呢，这个校正就是说明，就是刚刚讲有人不信邪，他说慧空法师啊，你就是口才好一点嘛。我不就不相信，这个禅宗就非得这三个，好吧？你不相信，我就举出一大把一把的证据，让你不得不信。那么就是证明校正，举这个禅宗的典籍来证明，禅宗祖师就是以这三句话来统摄整个禅宗思想的校正。啊，于是下面呢，证明完以后，然后再讲到什么是一心立宗，什么是即心，第三章什么讲意思，第四章什么即心是佛。第五章怎么叫无心是道？第六章的话呢，有人就他看了以后，这三四五二三四五以后呢，
他对禅宗的我提的证明呢，他好像一下子他掰不赢我了。他就说禅宗是这样子，那也不一定就一定这样，就禅宗祖师讲了一个呀。我说你还不信邪，好，我们把经典搬开来看看啊，把这个般若经典，把唯识的经典，把如来藏经典拉开来看看，哎，看看，哦，原来的话呢，般若经典里面讲的思想体系，心道果的思想，唯识的经典里面讲的叫什么？叫做性解行证思想，如来之上你叫做，唯识思想教理行果，啊，唯识思想就是如来藏思想是性解行证思想里面呢，就是般若思想的整个结构叫做心道果，菩提心、菩提道、菩提果的思想。如来藏思想就是性解行证的思想，唯识的思想叫做教理行果的思想，这是他们的这三个大乘三种思想的框架。那我把这三种思想的框架拉出来，然后把它思想解剖，按照经典的解剖以后，再来跟禅宗三经一比对，你去看，一模一样。所以很多人呢，他看了前面禅宗，他还等到好看到这个在怎么在178页哈，这有个表，178有个表，178页哈，我把中观般若思想、菩提心、菩提道、菩提果、如来藏思想、性解行证，把唯识思想、教理行果，把禅宗心要三、一心一中、无心造什么，把它做一个完整的比对以后，他不吭气了。那么大家有没有意见哈？没关系，你看完以后，你再来找我讨论，再来挑战啊，没关系啊。先看，懂不懂啊？先把我这个前面的教证跟这个教理行果这个如来这三大乘三种思想看完以后，你再来找我理论，我一定随时奉陪，随时奉陪啊。好。这是大概最后做个小小的结，把这个前面的这几章做一个总摄啊，就是7章。我这个其实我这章节很简单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还有这一节课上午还有点时间哈，我们就从校正开始干什么呢？今天我想我大概就讲这两章哈，证明我的这个思想。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哈，就是说。我这个地方的话哈，主要是希望除了证明以外呢，也尽量的去做一些简单的分析跟一些串联呢，诠释它，把它讲清楚。所以呢，主要是证明这三个的思想，同时也分析的一些思想啊，证明跟分析。那么第一个要建立起大家的信心呢，信心很重要。所以呢，我在导言之后呢，我就马上展开了，请各位看到19页的校正。校正就是先要证明禅宗的祖师的语录里面确确实实是以这三句话、三个思想作为整个禅宗的核心价值的，先证明，那么大家才。在信心之下愿意去了解到我们怎么解析这三宗，所有的各位所有的理论全部根据禅宗的祖师的语录串联起来。我在这篇文章里面的话呢，我尽量的不多讲话，让祖师讲话要祖师讲话嘛，对不对
啊，他讲话的话呢，你就一个一个主持，你就看他们怎么讲，你先把他驳倒了以后，你再来跟我讲，我躲在主持后面。我个人言为人轻嘛，你讲慧空你算老几，你讲人家不相信嘛，那我把主持搬出来啊，把主持搬出来，你跟他对话去，我就是做一个什么呢，恭请主持的这个这个工作啊，把主持一个一个呢摆出来啊，就摆出一个阵势，摆阵很重要你知道吗，这步兵排阵，这个叫步兵排阵，你知道吗？我很喜欢，我跟那个范正法讲说，我很喜欢看那个战争的书籍哈，这个军事人哈，他步兵排阵哈，我没办法，我就不文字，不文字的步兵排阵哈，讲开玩笑的哈。这个我们今天早上时间到了，已经叮了哈，给我叮要我下台了。我们今天先到这个地方，我们下午继续啊，好，下课。